我打打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。提起诗人郑愁予，大家都会想到这个句子，我打打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。郑愁予先生接受了我们文人正式的专访，娓娓道来他写诗的经验以及他对音乐的想法。你有兴趣吗？请收看文人正式。是个过客。